下来给大家看。嗯，也没什么好，因为他每天都是这样子啊。每天回到家都是这个样子。你今天要去哪里打工啊？嗯，可以展示一下我们训练的成果啊，那个声音。你要去哪里打工啦？你没有看到吗？我只要发出，他就忙起来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样就是有吃的啦。好啦，你不要咬啦。给他。等一下啦。我手机好滑哦，那个膜一直滑。来示范。甜甜，你没有拿过吃的，他不会舔你。舔妈妈，快点，甜甜。哎，你不舔我就不给你吃哦。甜甜，不要敷衍我的。哎。镇定啊哈！一发出这个声音，他就好激动了。好啦，给他吃果干。拜拜。